韩国羽球名将徐承宰女友曝光，颜值不输当红偶像。近日，韩国羽毛球运动员徐承宰在社交媒体晒出女友前来训练的探望自己的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到，徐承宰身穿军装，与女友甜蜜依偎，两人牵着手，引发网友热烈评论。天，他女朋友颜值也太高了吧，完全不输现役 idol， 郎才女貌，还是蛮般配的。感觉徐有微调过吧，跟出道之初相比帅了很多，承宰欧巴的皮肤好多了。果然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就开始注重这些了，他女朋友肯定能入选毛球圈最美太太团了。韩国羽毛球队要么找队内，要么找娱乐圈，也是老传统了。恭喜哇，好甜蜜好般配的一对。徐承宰出生于1997年，现年已24岁，是韩国双打主力选手，能力和意识全面，男双混双都可以补位，可以算是韩国双打新生力里的佼佼者，甚至被誉为李龙大接班人。徐承宰与崔律圭搭档的男双目前世界排名第12位，和蔡佑丁搭档的混双世界排名第6位，近两年成绩并不出色。2020年徐承宰在与仁川国际机场签订临时赞助合同的情况下，两天后又与三星电机签订了临时赞助合同，导致两个赞助商僵持不下。为规范球员赞助市场，韩国羽毛球协会今年2月4日开会对徐承宰一事作出最终决定，开除出国家队，即日起禁赛至2020年12月31日。但随后韩国羽协又在禁赛委员会会议上决定推迟对徐承宰的禁赛，允许他参加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禁赛期改为东京奥运结束后至今年年底。在东京奥运会上，徐承宰男双搭档崔律圭小组赛遭淘汰，混双搭档蔡佑丁八强战又不敌国羽黄鸭，奥运会战绩并不如人意。